女生穿着热裤背心，踩着高跟鞋，干瞪眼，男男女女拿着证件，等着警方查验身份。你们什么时候受检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临检？夜店里没跳舞，灯光通通打开，舞台区警方一边宣导，一边放阿昭署长网路反诈系列影片，台下年轻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是没看宣导片。近期因为竹联帮的春酒引发争议，台中南屯的知名夜店一条街由分局长亲自率队夜袭热舞区，对1500名消费男女进行大规模临检，申请霹雳小组及警犬支援，动用60名警力，针对辖内夜店、KTV 等经常活动场所及治安孤立场所进行扫荡。台中南屯区的大观路有夜店一条街的文化，短短300公尺就有4间夜店。附近居民说，有时一早还会看到喝摊的夜店客摊在草皮上，还没睡醒。生怕有毒品入侵夜店一条街，警方大阵仗突袭上千名夜店男女，音乐停止，灯已亮起，个个排队受检。三新闻吴宗哲、张志颖台中采访报道。